作业写完没？那等一会儿回来再写吧，咱们先去加水厂吃饭。咋进哈兄弟？别动他，别动他！路上多操心啊！别咬着你了，操心好。不咬人。别摸他。他是金毛的，不咬人。就喜欢狗。可乐，给你照个相来，给你照个相。这个狗狗的主人说它还有英文名字嘞。刚才说的你听到叫啥没？丹尼弗，中国名字叫啥？丹丹。非得摸它，你非得摸它。这洗一下去，洗一下去。薯条不是可乐骑的。可乐吃醋了，可乐。哎呀！他咬他了，你看。咱们家薯条，然后给别人带走了。薯条，那主人要走了，不给我们了，带回去养了。现在就剩可乐一个人了。扎小辫儿了，小心他咬你，我跟你说。丹丹。丹丹，丹丹，过来，过来。他怪听话了哈。这个记了，哎，他记了，他邀他了。可乐，哎，可乐急的。生气了，你老是摸他，不理他。你看看这些人在这儿捡什么嘞？在这儿寻宝了是吧，乖？不是，在找海鲜。这个是小香螺，这个是蜗牛，这个不是蜗牛，这个是小金螺，然后还有好多海胆。真行，过家家了是吧，乖？青宝在那儿，青宝来了。我们捡了好多滑板，对不对？我捡的。哇塞，姐姐捡了这么多，是不是乖？嗯，有的是我捡的。你捡的？你们两个一起捡的，是不是乖？对，我们卖东西的。卖东西的呀。妈妈，香螺是果果捡的。哪个呀？来，让妈妈看。哎，不是香螺，那个海胆。那个是海胆。这个。那个是苍耳怪，你们是假装的是吧？假装的。我看它很像海胆，它和海胆都有很多刺，对不对？脏不脏呀，怪？我还以为你们在这儿捡花瓣了嘞，那这花瓣不也是你们捡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好多是吧？特别暖。你要做啥饭了呀，乖？嗯，火锅。火锅呀。嗯，再买点小金鱼，还有那个大海螺，还有海胆。老板，快点，生意上门了，还不做生意呀？你快，买两个这个怀揣吧，我来。再包给你挑大的，来，再给你一块。你要几个海胆？三个。再买点那个海，再买点这个大海螺，嗯，还是小金螺。小金螺和大海螺都来点。做火锅嘞，海鲜大杂烩是不是乖？嗯。这是静宝以前的同学，看你。在这儿嘞，这是空壳。
你别看啊，我吃外形不好，其实里面还是很好吃的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，好不好？对吗？那妈妈，你看它出来了。蜗牛是吧？走，把东西收拾一下。准备回去嘞。我们去那边玩，这边太挤了，乖。好了，都不等我，我的天哪！有人叫我。怎么听到？就是呀，外面有人叫你是吧？是不是？又来了，你们不要上课吗？我们上完课写作业了。都上完了。嗯。我们今天十几节课呀。十几节。我都不认识了，个子长这么高，比你高好多吧的感觉。以前的学校人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找过他。咱们学校人不知道有多少个人来找过你吧。胖吗黄馨玉？嗯。昨天涨了几个粉丝乖？涨了200多个。那么厉害。这个小老师当的不错是吧？是。你们玩吗？过来玩吗？来吗？害羞啊。这些人，哦，下面浇竹子去了。好了，回来了，赶紧的。把水管关了没？又浇水呢。快点。